touch. Yes.要跟我滑哦！我看有给我吗？2点。走啊！我帮你跟。2:24。来，来跟舅舅拍。叫宝贝。叫宝贝。小宝贝来。宝贝来。阿吉吉。跑过去。反正脸都遮住了。2、3。等一下后面有个1、2、3。 我手么挡住字？没有了，那个那么高。你是说这个？刚刚好挡在他的碗旁边。爸爸，你不要再跟了，你的雪板在上面。那我们在下面等你们啊，先跟你滑。我们回到这边。去 tower， 去 tower 等就对了。对啊，去 tower express 从那边滑过来，表示那边比较高，是不是？横着啊！那就要想办法滑过去。好可怕哦，我讨厌走楼梯哦。我跟着你唱啊！ 我看到你跑来这边唱，我就跟着唱啊！啊，好可怕，没有浮法，我好紧张。 差这么高，还要拿，真累。太阳晒着它，一直滴水。我刚刚好像自己敲下去。我差很重，踩下去，我现在拔不起来。 为什么不滑？为什么不推？推进，只有怕前面比较多人。
我现在看到 Stanley 了。阿爸爸是下半截是格子的。带几个？搞定了。莫迪啊！
的裤子没拉好，裤子没拉好。好。你小朋友啊？
啊？光吃的是？不知道哎、欸。好像是，好应该是这个吧，我猜。我猜是这个，比较高的。过年后去回信竹见到小宝哥，对不对？你们也玩到香菇关了？那很难，太难了。结果就是他那边跟我们说。啊，姐姐她坐到左边呢、欸。是啊，我是说，要不要坐在？哦，下车子以后，我们一人往一边滑，好吗？好手手会不会冷？手会冷吗？手会。那边站不前，然后又被那个缆车推到前面，然后摔倒。是哦，那你现在会滑了，滑出去了吗？会了哈，好，不用紧张，就是快要到就站起来，然后缆车再不推你一下，你就往前，是这样，不用急，不用自己滑，缆车会推你一下。可不可以推到那边可以？再往直了，就有车了。好。你要往这个往高里走，往这边滑，但是你要往右边一点点，再转过来，然后右边这样转过来，不然我们两个会撞在一起。好，我拿掉喽。走好了，你要，你不要冲太快哎、欸！莫，他跟在你后面哦，我在他后面。
romantic 吧，只是感觉是馒头哎、欸。没有没有，是 romantic 就是那个绿的回来之后，嗯，会从右边有一个地方进，嗯，然后这段好像也滑滑。你要等爸妈他们吗？好，跟着弟弟滑。滑，小心哦。你要抬腿啊？什么？还是坐左边吗？你要坐左边啊？都可以坐左边啊。他们也可以坐左边。可以啊，绿色的滑就好了。喂，你来了。啊，去坐左边吧。坐左边。Yeah.
四个人，係多四個人。係があるので安全な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なお、乗車中に減速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ので、十分ご注意ください。这我看到掉在哪吗？乗車方法についてご案内いたします。開始時でノーレスに。那我们带回来这边。信号が青に変わりましたら、乗車位置に進みそのままお待ちください。ストップは2本まとめて右または左の手にお持ちになり、ハーフが停止しましたら。
个很简单，绿色啊，是绿色。你看前面有个小妹妹也在走啊。我觉得我们要一个在她后面，一个在她前面。你要在前面，对不对？那你滑慢一点。哎呀，高山更漂亮。你看右边就会很漂亮。你等等日历先啊，你不可以超过日历哦，日历先滑，我在你后面，万一我要救你，万一我要救你的话，慢慢滑哦，不要滑太快哦。可以吗，版本？可以吗？可以吗？好。你要干嘛？你不要去查滑 freeway 吧？好、哦。我刚一看就觉得好像下不去。啊？一看觉得好像没有下去的地方。为什么就从这里这样冲过去，然后就一路踩一边？等我，
有啊？你有没有受伤啦？啊？得了。我怕你膝盖受伤。你怎么了？交叉了吗？啊？你小心一点啊！膝盖有没有怎么样？我要先，等会再去拿。然后扶你吗？转过来，转过来。膝盖有没有怎么样？好，我被你吓死了！等等，你现在脚是弯的，脚脚还可以吗？膝盖有没有痛痛？啊？没有。真的吗？我扶你，拉我。来，我帮你把板子反过来。你先站对着，横着。你现在站横着。真的，我帮你转板子。好，你先把板子弄过，我先把你拿起来。不要对，不要反向，慢慢扶着我，脚脚转过去，脚脚转过去，对。好。你会流血。等会，你现在好像要压下去，等我。好，对。来，等会我看一下，是你没有对准还是？等会你没有踩好，没有对准。好，没有对准。没有疼，有踩好吗？我是拿那边的。好，你要看好路哎，不然会突然摔倒，我都看不出来。脚脚刚他一跌倒，给我抱了膝盖，害我很紧张。我帮你拿。真的哦。好，妈妈来休息。嘿。脚会受伤，不行，哥哥是在上课哦。更斜，你又停不下来。那个是大班的，小班都还没有。你先休息。一样啊，你的力气没有那么多啊。然后鞋，你就要鞋子先脱下来，是不是？好，我也鞋子脱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去躺。哦，小朋友的那个好轻哦，真好。躺着坐着休息，对啊，舒服哎。脚脚有没有怎么样？那我下去带他们上来好了。什么意思？他们说现在滑下去，他们找到手套了。嗯。他们滑下去，我再给他们坐上来。好。然后我们坐在那边休息灯。需要坐高一点吗？你说什么？我们需要坐高一点。没有啊，已经够偏了。哎，那行，我想要去黑线了。是黑你的头啦，连我都不敢去，你就黑线。坐后面一点，坐后面一点，坐后面一点，我们坐路边一点。我坐你上面好了。然后我下去，他们应该也到那附近。那就。不会啦，还好啦。你真的膝盖没有怎么样吗？膝盖有没有怎么样？不会啦。真的、哦，我很紧张，他一下他下来抱着膝盖。他没力气。哦。他这样，他都一直用 A 沙 ，A 沙就是酸那里。走、啊。没有，不用 B 沙。说 A 沙是说这样子八字到八字这样刹车，
大腿这里会很酸，你自己不一直说你不用，但其实你的脚酸死了。哦，我们来冰敷脚吧，先冰敷左侧。我在冰敷我的脚，因为刚刚太累了。那我放一点血在上面好了。我要冰敷我的脚。对啊，你哪里酸酸？你哪有没有酸酸？放一点血来冰敷一下。对。我是这里很酸，侧边也很酸，冰敷一下。他们应该很怕吧？谁很怕？不是。我觉得这种冷才比较酷。这样子，套在上面，你手手举着，然后这样抓起来，这样就好了。另外一手换姿势，另外一手要怎么套？手举起来，先手举起来，手手不是把棒子放掉，举起来，对，然后再下去，再手再弯下去抓，看一下哦，你先，对，这样子，然后你再不用脱掉，你要干嘛脱掉？没有要套出去啊，就是要抓。哎，你手手为什么要跑掉了？好，套进来。哎，套进来。我觉得爸爸。好。我觉得这个奶超酷啊。然后这样抓，就抓，这样就好了。我觉得那个奶很酷。这样知道吗？这样记得怎么抓吗？日力很强。脚脚真的不痛吗？不要骗我哦。哈。好。你老说什么是不是这样子的事？是吗？休息，躺着。躺着啊。你帽子拉起来躺着，躺下去，超舒服的。有没有超舒服？啊，好舒服哦。弟就说他要去接宝妈妈上来，我们一起滑啊。
些吧。背后不会冷哦。我看你背后都空空的。你这边都空空的。你前面会不会冷？在滑的时候会不会冷？这屁股也可以溜啊。这陡一点的吧。这的没办法，这太不滑了。这不是板板，这板板不是穿绿色的，我们是穿黑裤。对啊，绿色不是板板。而且那个，啊，是那只有那个两个人。哦，要三个人，又有三个人啊，黄的、绿的，然后粉红色裤子，然后这个裤子是什么色？蓝深蓝色，那是那个深蓝色裤子，然后是三个人，是他一个人嘞，这一个人哦，嗯，没人的，刚才你去的哪一个？你说第一个缆车吗？当然越来越好玩啊，越来越厉害，去的地方越高，风景越漂亮啊。我要跟着你，可是我想要穿过那个树，然后你往另外一边，我就要往另外一边。为什么？因为我想穿过那个树啊，穿过树的 S 型，还有。还有那个鞋，过来一点，过来一点，我帮你拉一下。那个斜坡可以下。哦，斜坡，我带你去别的地方也有斜坡啊，就地一带。只是我不确定你们滑不滑下来，要看一下地图。来看一下地图哈。等一下哦。破了啊！撕破了，我的妈呀！我什么东西撕破了？不快咯，我们做的是这个的滑，我们光滑左边嘛，不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是高的，我们已经绕过来这边了，再滑下去就是那个啦。树林，这里有树林啊，真的有点会有点恐怖。你敢吗？你敢，我不就敢。你不敢的东西我都不敢。因为我跟你一样厉害的。嗯。好美呀，好久哦。
有。哪里？这里啊。妈妈的脚不是红色的啊。你说我们滑出来了吗？在滑还是在坐车？屁股坐有点冷，要站起来一下。就是要等他们，我们两个自己又下去就会找不到他们，你就等我，等他们一下。你爸爸妈妈呢？应该快来了吧？嗯？等他们啊。是不是这个？不知道，红色好像不够红，不够红吗？你说屁股 会冷，要不要站起来一下？真的吗？站起来一下，这暖暖身。我们现在暖身，我教你暖身。我们坐太久了，来，拿杖就好，拿杖就好。起得来吗？插稳，插很稳哦，两手开开插很稳。
太窄了，宽一点，宽一点。好，撑好哦，脚脚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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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很高，踢很高，所以要插稳啊，你插稳就不会倒。踏很稳，踢高高，踢高高，踢，你都踢比我低耶，踢。你不会。好，踢，踏很稳，有没有踏很稳？踏很稳了吗？好，踢，对，踢，后面也要，后面也要，你要摆到后面去，后面，后面，你不要踢到自己的脚脚，踏得够开一点，踢高，不要踢地板，踢，然后换脚，这脚也要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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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直踢，你看我伸出去都很直，对，伸直踢。可以吗？没啊。嗯。好像你哥哥的那个小朋友衣服的来了。哪里？在转弯要下来了。哦，我看到莉莉来了。看到了，莉莉来，有没有看到莉莉？很明显。穿鞋子吧，来穿鞋子。看到了。啊？看到你们来啦。OK。好，接下来下面那边就有红线跟绿线的选择了。该先选绿线。对啊，你走黑道要走红线。我踩下去、啊。踩不下去吗？我看一下，鞋子鞋啊。好，对准，对准。没有，你要先踩左脚，你右脚不要踩。我都没。左脚上去。好。好，左脚好踩。不对哦，先踩前面，再踩后面。踩，脚跟往后停。往后，他刚摔倒，快把我吓死了！还、欸、要摔倒以后就抱抱着膝盖。对吗？妈妈，我们来了耶！还好吗？好啦。你不要扶他，你右脚先抓支撑他的左脚，让他踩。右脚支撑他的左脚，我们买先踩左脚。我看啦，是前面血太多了，来脚起来，脚起来。好，踩进去。很抖，好扶着你。等一下就抖了，等一下抖了。久了就习惯了。嗯，后面没踩。没有，你没有对准，白板没有对准。对。要对，要对到中间。好，踩。好，踩。Yes。你没力哦，白板没有力气吗？脚踩不下去吗？用力，用力，顿下去。脚跟用力蹬。你不要过来翻，不要过来翻。啊！踩不下去啊！踩下去！不行，一直想要找哥哥。你先把你自己该做的事做好。你现在力气都连踩都踩不上去。我等会你脚先起来一下，脚先起来一下，我帮你看一下，有血吗？好。不是那个原因。是他没力气踩。没有力气，你帮他把它搬起来好了。搬起来。没有也没用。也没用。我要怎么帮他？帮他怎么帮他把鞋子按下去啊？按不下去啊！真的没有力气帮他按。哎。你鞋子都踩不下去，像怎么滑？我来。先都下来，先都下来。我来。往上搬，搬到平的地方再踩。我来帮他。搬到平的地方。不要在这里穿。但是我已经，我已经比较平。但是我已经在那边穿，不要在这里穿。来，来，来。这里他后面有不行了、啊、不行了、啊、他后面不知道怎么了、嗯、就是平没有平了、啊、不是后面不知道怎么了就没在用力没他没有用力踩对啊不行了、啊、不能这样哦就是没在用力没真的你就要用力他还在用力了那哪里才够平？来，你先给我，你先踩右脚。
你先踩右脚，先踩右脚。什么？等等，那不要不要现在踩，左右翻面。对啊，换一只脚试试看要不要。他现在是踩右脚，他现在踩右脚。都一样。踩右脚。好，来。哦，你说鞋子的问题哦。那爸爸对，那脚去踩左脚，对，去踩，没有，他去踩内脚看看。怎么可能？说不定有时候是哪一脚比较狠啊？不是啊。脚好痛。左右旋转，来转面向，面向后面。转这边哦。对，你先起来，先起来。先下来，鞋子重摆，人走开。他反着很轻。对啦。你先走远一点。我要把底子啊，我已经打开了，来，然后你这样就可以先踩右脚，我来，好，没关系，你踩那样 OK， 你先踩那右脚进去，等一下前面，不是踩那个啦，踩这也 OK 啦，这比较近，我们会帮你换鞋子，等一下，这时候要先踩右脚，不用先踩左脚，踩进去，你叫人家先踩那一脚，换面的，所以先踩右脚，踩下去，脚放软就没用啊，好了，这样会容易掉，对。没有踩紧，它容易摔倒。来，等一下，等一下，好了，来，来，卡进去，脚尖弄进去，没，你没重心不对。好。好 ，OK 了。那重量都放在这只脚，这样子。踩左，踩右，踩这只脚，踩这只脚，全身踩过来。踩。踩进去了。踩进去了有吗？那那脚这样可以吗？可以啊。掉了会围住啦，掉了会摔倒，会比较危险。怕你滑下去耶，大家把你围住啊！好累，都会。我帮你，我让你停住啦。不会不会，等一下，舅舅跟弟弟出发，你跟在后面走就会一点。好了，走了。那这样还有脚，应该有很好吧？好了吗？好。好了。先撑好哦，撑着，撑着。好了，出发了。我帮你顶住啊！对啊，你现在滑。好了，你们先走。哎，爸爸，走走不我。我们先走，你们下不去了。真的吗？为什么？你们就是回不去了。前面的路线不大行。你是要出去是不是？你要走是不是？那等舅舅跟弟弟先走、啊。我是故意把你卡住，怕你滑下去。你要我走，马上就走啊！只是你会被我那个啊。默默第一个。好，前面很危险哦。好，很危险。会吓到。就慢一点啊。我在最后好了。爸爸，你先。吓到吗？看到吓一跳吗？啊？你要跳啊！你先滑，你这有办法下吗？踩在左脚上，右脚尽量不要踩。好，这边其实你看起来这个有点像红线，其实你横着滑，它是绿线。踩在左脚上，一路踩在左脚。你只要看那边的话。对，一路踩。专心踩在左脚上，爸爸，你先听，爸爸，你先等等。这种觉得下不去的策略就是从旁边去，从最左边滑到最右边停下来，再从最右边滑到最左边停下来，这样就简单了。好，谁要？我不敢看。没有，你不要看那边，你只要看这个红色的墙壁。好了。你的目标只有那里。慢慢踩在左脚上哦，全你可以踩在左脚上吗？不是劈开，不是劈开，慢慢。我帮你抵住。你跟着弟弟的，你看看弟弟的，小心有人哦。
你看莉莉，她其实只有踩在左脚上。可以吗？我现在不行动了。可以吗，班班？哎，小心她右脚。好，好。我在帮她抓。好。可以了。可以吗？好，只踩在左脚上哦，班班。踩在左脚上。好了。你知道什么叫踩在左脚上吗？平平的过去。平平的过去。踩在左脚，重点在左脚。你要把重心放在。脚脚合起来一点，脚脚合起来一点。踩在左，你看，你看，你看，舅舅的脚，脚舅舅就踩在左脚，左脚，右脚不要踩，全部踩在左脚。对，踩在左脚多一点，就会过去了。那钟少宇刚刚都只是，哎，有人在你后面，他快要把你缠倒了。倒了，然后啊，你的转弯对不对？你看着舅舅坐，你先停，看着舅舅坐哦，看着舅舅坐，你的脚不都这样子吗？对不对？然后脚脚推开，右脚推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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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完只用右脚站，右站在右脚上就转过来了。你刚刚舅舅也是披萨。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踩在右脚，对。先来这里，然后再慢慢转弯。对，慢慢。其实你要换右脚。你要踩在右脚上，踩在右脚上。会怕，我会怕。不要看下面，就看横着就好了。对对对，踩在右脚上，踩在右脚上，嘿，就转过来了。对。懂吗？这边往这边去，就是一直踩在右脚上，直接踩在右脚，就一直滑过来。然后要转弯的时候，就先推开，然后就转，然后就踩在左脚了。然后推开，再踩在右脚。对，踩右脚，对，翻板，对。踩在左脚，对对对对。我坐你的左脚就好，我坐左脚不坐我。姐，你还好吗？右脚还好吗？没事，可是就是摔倒。没关系。这个时候利用脚的方法就有点累，就是你要抬左脚，右脚抬多一下啦。对啊，没有让你站起来。我去帮他扶板子啊，他可能这太陡，他很难穿。我会怕，我真的好怕。对啊，对啊，大家都会怕啊。但是我怕你穿不起来。哎，这里脱下来会也不到。哎，停停停，你要不要考虑先穿一只脚留着？哎，你两脚都脱，你要怎么穿？不用坐着下去。什么？不用不用，没那么难的。翻板都下去了，翻板都下那边去了。这样子下去，横着下去，很慢的。那很难呐，那个连我都会摔。坐着下去好。我一紧张我就整个摔。这段好陡哦！我看了我都吓死了。那我帮你，我
走下去。真的吗？真的。没关系，你不要管我，我下得去，我可以。你不要滑的。不要，我会怕，我真的好害怕，我一转弯我就吓死了。你的身子卡进去了。没关系，只有这一段，一直到那个双滑的地方之后，你就可以用滑的。好，没关系。但斑板都做到嘞，姐。边会比较好。我在哪？我走旁边吗？旁边这种看起来雪厚一点点的地方，不要太边边。好。你可以丢着让它滑下去啊，先丢一次试试看。但是会滑到哪里去，还要捡回来。不知道，关台子也很累啊。姐，你不考虑用滑的吗？不用，会怕。我跟你说，你老是有教重心放低这件事吗？有啊，可是就是尽量放。我跟你说，你根本这样子拿，我那时候也很怕啊，就这样子拿，这样子拿。莫，你走开一点哦。好好，然后就这样子，重心放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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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一直刹车了，然后就停回来，然后再放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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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不会倒。你要不要试试看？不要了，我现在好怕，我现在看到这个结束，我真的没有办法。走的，他要走的，真假的？他就决定要走的。他取消嘞？他拿着，他手就会酸死了。就会酸死吧。对，平平的。脚脚，脚脚和好，脚脚先和好再动。你这样脚劈着会很危险。翻板都学会了。哎，我们刚才从右边过来的吗？从横的过来的。对呀，那边的正走。没事。是下一次吗？还没。啊，就是往下看会怕，就摔倒啦、啊。我也是，之前也是会紧张啊。
小弟在帮他穿鞋子。等妈妈。你不要倒着哎，你小心，倒着要小心，会滑下去。好，慢慢，先等等。不要，我们在这里等就好了。就是那里就可以了。没有了，这样才看得到妈妈。对，等等啦，你看得到妈妈在哪吗？对你姐而言太陡了。嗯。因为她还不会 S。她不会 S 吗？妈妈啦，那个人在 S 上感觉。嗯。对啊，我想跟哥哥一起。哥哥是上课，你太小还不能参加那个上课。哥哥在，他在上课，然后我在跟你跟他吃饭。我不想走了。嗨，多少鱼？哥哥，妈妈在上面，不想下去了。等等啦，妈妈来了，妈妈来了。要去找哥哥。你想说完蛋了，下不去了是吗？我找完了。好，前面你觉得有一条线，那边就是比较陡的地方。翻板完全不怕、欸。那里弄一次，就是要这么慢的下去，你就会比较安心了。走走走，我在你后面。
等。不要刹车啊，要绕来绕去停下来。来，跟着我做，推开，转，脚脚皮，然后推开，转，推开，转，然后推开，转，你们推开。推开转，推开转，推开转，推开转。